早晨啊，咁多位，今天是12月27号啊，星期三的早上啊，恒生指数咧暂时都是徘徊喺29,600点附近的位置噶嘛，最主要咧成交方面比较疏落，因为就 holiday mood 啦吓，咁所以咧投资者咧唔需要太过进取去部署大市嘅，同时间留意咧，咁啊瓶盖股方面咧有机会受累翻，就系苹果 iPhone。嚟緊預期嘅出貨量下跌啊，咁啊相關嘅信宇同埋瑞星咧，短線都會受壓，建議投資者咧唔需要急於留底嘅。